好莱坞向来很喜欢把热门小说改拍成电影，继《哈利波特》《纳尼亚传奇》最近的《墨水星》也是出自畅销的奇幻小说。那么请到的是影星布兰登·费雪来饰演这位具有神奇能力的主角，他可以把故事书的内容念进真实世界，也因此他进入了故事书里头来展开冒险。带您一起来先睹为快。If you had the power to bring a book to life, Eckhart.一看到这张脸就会让人联想到奇幻冒险，好莱坞男星布兰登·费雪就会在新片《墨水星》里面有着神奇能力，因为他可以把书中角色和情节念进现实生活里。 Piles, silks, then sacks of jewels. 故事书中虚拟情节活生生在眼前，实现很多爱书人的想象。而这部电影其实是改编自德国的畅销小说，它里面用了很多书，很多你在阅读的经典，你可以透过一本书读到很多本书的感觉，而且在他的书里面也看到很多阅读的乐趣。原著作者当初写书就是以布兰登·费雪作为灵感来源，如愿以偿请到本尊来饰演，编写剧本也不假他人之手。而作者巧妙串联起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，让导演拍得大呼过瘾。 The boundary between, you know,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re a very interesting place to inhabit. How do you intend that we escape?虚拟故事和真实世界不再有界限，但是要对抗的是为非作歹的坏蛋。布兰登·费雪这次怎么化险为夷，并不好奇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